上次杀那个牛吃完了，今儿一个卖家回来，这个牛肉看起来可以，红灯儿了。哇，啊，看我今儿买好多。哈哈哈哈哈。牛腱子吗？嗯，你搞它回个泡汤哟。嗯，今儿回个起火锅去了。我那整完就马上回来。你走回个弄去哒。啊。 终于到锅了，先把它洗一下，把这个骨头用来熬汤。哎，把它看小一点。 熬汤啊，加水，用牛骨头熬汤，放点葱姜，等会儿再放盐，熬一锅高汤，我给准备牛肉丸子，牛腩肉洗干净，把肉吹了，做牛肉丸子。 房子都敲软了，可以了，开始腌，放一丢丢盐，来点葱姜水，然后把它搅拌上筋，可以了，来个母鸡蛋筋啊。 只要蛋清不要蛋黄，鸡脚，放点胡椒粉进去，搞点红薯粉，快了，汤快了，填出来。 下锅以后不要动它，等它定型了再动。多出几个，等它烫它洗。嗯，是吧？捞出来，来点葱。 切点牛肉片，点儿汤，切薄一点。大蒜、盐、葱油来一点，辣椒油、五香粉、花椒粉。 辣椒面、生抽，把它搅拌均匀，拌匀就可以涮火锅去了。放点蛋筋哥，关起门。啊。
来锅。哦。哎，整个火锅吃下去。全部是牛肉嘞。全是牛肉。我毛都疼的。你这好吃，切上吧。别煮了，在这里。切上吧，这个也好吃。来，先煮一个。嗯。哎呀，开了吧。嗯，哎，牛肉丸子，嗯，刚刚做了吃好吃，刚刚做了吃好吃些，嗯，那个酱汁锅，酱汁锅呀，我来弄。你们有那个什么葱油酱？嗯，啥？牛大骨熬的高汤，下的都是骨的。哪有？你以为你们吃过那还有很多？来，牛肉。嗯。香菜来一点。好吃。这个汤，那个牛腥味好大，那个汤。不拌着要感觉吃不进去。嗯。嗯，肚子。嗯，炖出来就没那么疼了。嗯。我把毛子煮成了。嗯。咱聊聊。嗯。这个牛肉也没怎么腌，就觉得吃它快吃。嗯。啊，那多香的人呢！我的妈的，香菜好大根，我都没有切的。跟你啊。跟你还吃嘴巴的还有一节在下头，尝尝。嗯，现在那个冬天吃香菜是蛮好的，但是他那个香菜那是卖的，我们香菜没长大吗？没有，那么小。卖的然后他怎么说？那就老些，嗯。他说什么撒尿牛肉丸是怎么搞的？汤牛肉丸怎么着？
它里面是包的一个什么东西的？嗯。真的，嗯，来，帮个忙。嗯，你看看，哎呀，搞完了。